现在是10:02晚上啊，本来应该是在南旧金山下车，结果地铁没有报站名，里边的显示牌也不显示坐过站了。当时在南旧金山停车的时候，当时迟疑了一下，站在门口往外看那个站牌，结果看不到站牌，就看车厢里的屏幕也没有显示，就又回到车厢了。我怕别下早了，结果真下晚了。不过所幸的是，跟南旧金山那边的朋友联系呢，他没回复我，所以我就决定不去了，就回吧，就回旧金山吧。我就说哪天再联系吧，因为这么晚了，到那边的话，假定联系不上的话也麻烦，对吧？所以就回去了，回去早点休息。明天打算把自行车组装上。这是圣布鲁诺，圣布鲁诺这个站点也挺大，南旧金山这个站点也挺大。这边我基本上没怎么来过，一般也就去 Daly City 多一点。再远的这边哦，还有鸽子在飞，这边基本上不怎么来啊。到南旧金山这边，早年不是有很多传教士嘛，所以就动辄就用圣弗朗西斯科、圣布鲁诺、圣地亚哥、圣人嘛。那些传教士，这边来了，去旧金山国际机场的。两边车都来了，两边同时来了。那边也来了，我要坐这个车回了，回旧金山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哎，你说我在24街下地铁转了一圈，我在24街上地铁的话，他扣多少钱呢？还是不扣钱呢？不太知道。啊，这哥们肚子真大，把肚子养好了。啊，这么多人！有人在看书，有人在看手机。这个车厢还不错，有那个显示屏。车厢里人挺多，人还不少。今天白天睡的觉比较多，睡的觉是比较多的。感觉歇不过来，是不是年龄大了有关系？歇不过来。
睡会儿觉，睡会儿觉，在这儿。这乡里挺肃静啊，其实。有些人好像从机场下飞机的，好像是，拿着行李箱吗？是吧？从机场刚回来的有些人。在地铁里，蓝莓也穿红上衣，蓝莓。蓝莓也穿红上衣，正红色的衣服。下站是 Daily City 吧？Daily City。
但这个地铁车厢设计的不好，它应该在正中间整一个显示屏让大家看一下，结果跟贼似的整的，它不显示那个站名，它应该整个显著的位置，弄一个电子显示板，对吧？到哪个站了让大家看着，结果它不整。哎，老美这边有些东西整的真奇怪啊，就是很别扭整的。这是另一种思维方式啊，挺别扭的，憋着劲儿来的这种思维方式。你看，看不到站名这块儿，不知道是哪个站，他也不报。哎，这个妹妹身材不错，这妹妹。它不显示站名，让大家猜，让大家猜站名。哎，老美，咋整？老美，Daily City 这是，一二三，一停两停三停，三停就是了。我就记着一停、两停、三停，我就下车就对了，不跟他扯犊子了。一停，还有两停，早点睡觉回去，晚上吃两个大苹果。
就这个地铁噪音特别大，对耳朵不好。我爸刚才来微信发了一个报告单，是没有真菌感染了。那就是在长春通过用药把真菌给消灭了啊，那挺好啊。